世界之大，不同的民族审美观也不同。这组照片展示了非洲最美的黑人美女们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图为26岁的 Kinil Martinez， 她是洪都拉斯2010年的世界小姐，总是面带灿烂的笑容，极富感染力，在非洲她们是最美女人。图为 Buddy Minacosta， 她来自哥伦比亚州，在2011年参加了世界选美小姐，在非洲人眼里她们都是天仙。图为莱拉洛佩斯，是2010年安哥拉的选美皇后，很有气质。图中的这位黑人美女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，不仅是选美亚军，而且还很有才气，目前正在完成国际卫生管理硕士学位。图为一位塞内加尔的美女，现住在比利时，还在赢得了2008年比利时小姐。图为来自刚果的美女模特 Risa Kabaid， 21岁的她现在住在英国，早在2011年她就顺利摘得伦敦小姐的桂冠，还会多种语言，美貌及才华俱佳。